目标依然在向东南方向移动，请求指示。小心他的攻击。 无论如何都要控制住他，不管用什么手段。发现目标，同方向。目标已锁定，请求指示。 好，不错不错，这场过了啊！来，收工吧。哎，好，哎呀，不愧是张导，这场能顺利演下来，多亏了您呐！我帮你解。您过奖了，您儿子今天状态不错啊。刚才那段戏好惊险啊！你演的真好。谢谢姐姐。哟，你看，这都受伤出血了，没事吧？疼不疼？你儿子好像……小心小心！我看看。乐乐，没事吧？伤哪儿了？ 医生呢？快给我叫医生啊！哦，好的好的。你别喝那些小厂务太客气，咱们好歹也是大明星，明星要有点明星的架子。是了吗？但是碰到那些导演，你可得有礼貌，知道吗？哎，制片您来了。那个给乐乐生日会拍摄的记者都到了啊，你们这边准备好了吗？哎，这是伤着了吧？嗯，都知道您疼儿子呢，可心疼死了吧？啊，一点小伤，没事。 我们这边马上就好。啊，行，抓紧了啊！哎，好，儿子，一会儿剧组的生日派对，你表情要好看点，注意镜头的位置，知道吗？不论如何，都要乖乖听妈妈的话，不管什么情况。你听明白了吗？哎，小主角，生日派对这边，快过来啊！哎，来了来了，快点啊！ 儿子，快点！生日快乐啊！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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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今晚爸。 喂，哎，张导您好，啊，什么事儿您说？嗨，张导，您这哪里的话呀？这孩子笨得很，如果不是您教导有方，他哪能这么有出息呀？嗯嗯，好嘞，那咱们到时候见。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今晚、啊、对了，儿子，你可不知道，妈妈平日里为了给你争取这些宝贵的机会，费了多大功夫。刚才电话里张导说了，下周和投资方有个饭局，叫咱们一起去。来的可都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妈妈说的每一件事，可都是为了你好。只要乖乖听妈妈的话，你好。 可算是回来了啊！你怎么在这儿？我咋就不能在这儿呢？我来给我儿子过生日，蛋糕在这儿呢，爸亲自给你买的。你怎么会有钥匙？啊，你给他的吧？啊，是你给他的吗？我是想……哎呀，我给儿子来过个生日是吧？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把钥匙还给我。儿子给我的凭什么还？一伸酒气碰我！哎呀！啊！哟！ 你还过了来劲了是吧？这蛋糕老子花200多块钱买的呢，大不了这生日不过了。这已经不是你家了，给我滚出去！说是给儿子过生日的，其实是来要钱的吧？房子是你的，可儿子还是我儿子。
我儿子演戏当明星挣大钱，我怎么就不能要点来花花了？儿子已经判给我了，我是他监护人。这个皇上也是这样看待的，关你什么事儿？你说这是人话吗？没我你能成个明星儿子？你把儿子判给你，这事儿话怎么边上？把你父亲的股份给我了，我就是有权利管着他。 不是你怎么替他当妈的？这些委托忙可老厚，付出了这么多，是你能急的吗？我懒得听你这废话啊！你给我等着，我现在就去把乐乐给救了。今天老子就是要把他带回去。滚出去！你下去没有关系，我报警了。你给我出来！别救命了，你给我过来！ 进入戒备状态。 这场过了啊，准备下一场。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由万众瞩目的童星王乐乐所主演的科幻特效动作大片 BEASTY， 这颗冉冉升起的影视圈新星到底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不妨走进电影院一起来体验一下吧。